大家好，欢迎又回来 GMA 有 Jessel 的时间。今天呢想跟大家去深圳一个新开没几耐的潮玩运动空间 HopDX。这里呢有15000平方米那么大，超过100样游戏项目。除了玩和做运动之外呢，里面还有餐厅，所以你在里面逗留一日都完全没问题。如果搭地铁来呢，就搭5号线去到宝华站 B2 出口，行500米就会到的了。如果在深圳湾口岸过来呢，就可以搭的士，25分钟左右，50元人民币。如果在罗湖或者福田那边过来呢，就远一点，大约45分钟车程，车费呢就大约85元左右。跟住同大家睇下價錢啦，佢分別有單人票啦、親子票、有全日票同埋有兩個半鐘頭嘅入場券嘅。佢另外仲有啲會員優惠，如果你一次過消費滿800或者2000蚊咧，佢仲額外有啲嘢送俾你嘅。買完飛之後咧，服務員咧就會俾呢啲一張張嘅遊戲紙你，咁攞住呢啲紙咧就入 HopDX 裏邊嘅唔同區域咧就吸引。集齊曬啲印仔之後咧，就可以翻嚟呢個服務台，佢就會送啲 coins 俾你玩夾公仔啦。可能因為仲係新同埋我哋 weekday 嚟嘅關係啦，所以成個場咧都係冇乜人嘅。我哋問過呢度啲服務員咧，佢話 weekday 嘅放咗工嘅時間咧就會多啲人啦。咁因為我哋朝頭早入嚟嘅，所以而家咧你見到咧周圍都係冇人嘅。入到嚟呢度，所有運動啦、遊戲啦，基本上入場券都已經包曬噶啦，所以你係可以任玩嘅。呢邊咧有個可以5個人一齊打籃球嘅地方，隔離咧就有個射箭區，射箭隔離咧就有射槍區嘅。跟住另翻轉頭呢邊咧，就有兩部賽車機啦，賽車機隔離咧就有唔同種類嘅射籃球機啦。再行過呢邊咧，就有啲我哋童年成日玩嘅碌波仔機，跟住再過嚟咧就係我最中意玩嘅碰碰車啦。玩完啲撞擊力咁強嘅遊戲之後，要玩翻少少靜啲嘅遊戲，跟住我哋就去打保齡球啦。嗱，呢度有幾條保齡球道嘅。玩保齡球之前咧，我哋就嚟咗呢個換鞋區，揾咗自己啱 size 嘅鞋，換咗之後咧就可以去打保齡球噶啦。打完一輪保齡球之後咧，我哋就過去隔離打 mini golf 啦。呢度有幾個好得意嘅 mini golf course 嘅，喺 mini golf course 側邊咧就有個波 game， 跟住波 game 隔離咧就有麻雀房，所以爹哋媽咪除咗可以帶小朋友嚟，仲可以帶埋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嚟打翻幾圈添啊！而麻雀房隔離咧仲有幾個好似碌架床咁設計嘅遊戲機區，可以自己幾個 friend 匿埋喺間房裏邊打遊戲機。再去另外一邊咧，就係呢度最吸引嘅地方，全深圳最大嘅 roller 場，同埋係冇人嘅。我哋呢個時段嚟係完全係包場。玩之前就梗係換翻對鞋先啦。呢度啲鞋咧全部都好新淨，因為新開冇幾耐嘛。我哋今日嚟咧，基本上全場都唔超過5個人喺裏邊玩緊，包場嘅感覺真係好爽。
另外呢度仲有跳舞机啦，跟住仲有啲而家啲少女最中意玩嘅自拍区。另外呢边仲有桌球啦、打拳啦、飞镖啦，同埋足球机。因为我哋买啲套票咧有餐饮券送，所以我哋每人咧都饮咗杯果汁同埋食咗薯条。啲果汁咧系鲜榨嘅，唔错。而佢呢度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有一辣啤酒机嘅。咁我就唔饮酒嘅，所以我就唔知道好唔好味啦，因为我冇试过。如果中意饮酒嘅朋友咧就可以嚟呢度试下啦。如果喺里面玩咗咁多游戏都未够喉嘅话咧，就可以出嚟门口呢度，有啲系要收费嘅项目。呢啲全部都係用 coins 玩嘅。呢度有好多遊戲機，我都未見過嘅，例如呢部撐艇機。跟住呢度有好多部洗衣機嘅物體，我到走嗰刻咧都未知道佢係咩嚟嘅。其實，當然就唔少得世界上最呃錢嘅夾公仔機啦。当啲小朋友玩到唔肯走嘅时候咧，爹哋妈咪咧就最好可以行过隔篱呢间盒马先生嗰度行下啦。呢间超级市场除咗有好多新鲜生果同蔬菜之外咧，仲有好多 local 嘅零食，而且地方咧就非常阔落，好好行噶。而家带大家睇下。呢度成箱咁靓嘅提子都系46.9，如果唔系我惊重，我都真系好想攞翻香港。呢度最特别嘅地方咧，就系有新鲜海鲜可以即刻买即刻煮俾你食嘅。而行到超市场最入嘅地方咧，仲有一个 food court 添。而 food court 里边咧系可以打边炉嘅，但系因为今日咧同朋友嚟咧就特登想试下呢个商场嘅蟹三宝，所以咧我哋就冇喺 food court 食嘢啦。就咁睇落咧，環境就非常乾淨啦。好唔好食就未知，下次有機會試咗再話俾大家聽。終於啲小朋友咧玩完肯去食嘢啦。我哋今日食嘢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商場嘅一樓蟹三寶。咁因為咧我喺另外一條片已經介紹過蟹三寶嘅嘢食啦，所以咧今日就唔再介紹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翻我另外一條一方城嘅片。里面就有介绍呢啲蟹膏捞饭同埋蟹膏捞面噶啦。今次介绍住咁多先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